来去桥较较过来者。我叫叫我叫迄孙叔叫孙叔。我来虔诚一拜，啊再拜，三拜，以大中华民国台湾省啊八门区二里后诶南君山大天父啊人民尼修舍庆赞中原保世吉安保境祈福啊，今天来参加普世的各代表先生，就是主会首啊，余德、六三王府啊，陈国斌、张法官、关林芝、杨正理、林心路279巷13号5楼，副会首十二巷苏文辉、文林官、北港镇。吴钓理220至220号，朱教授，玉峰龙山加工厂，红利刘晶，开关余德乡林里川407号指示，朱丹秀，中华民国五王世世行善会，施玉文，开将士认定。啊，今天是明年7月70日的龙氏节日，啊，南部军大天父啊，照年例啊，举办庆赞中原普世孤魂一会，啊，望六日尊神再奉请三星得祖，啊，中原二品下罪地官，清虚大帝，五福千岁，啊，观音菩萨以及万仙爷进来监坛来做主。哦，今年的普世孤魂普渡会当圆满完成，来参加这主普在普渡的各先生男女啊，生理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13天啊，各行各业家家户户安和乐利啊，会当中华民国会当来这疫情消除啊，各行各业。国家国号，家家户户啊，平安顺遂，南大北福，富大千祥，生意啊，一档一档比一档较顺利，一档一档啊来发展，风度大展啊，合家万事都平安，就是朱会首啊，余德六三王府啊，陈国斌彰化县。关林区中正里林心路279巷13号5楼，副会首十二巷苏文德文林官北港镇吴钓理220至220号，朱教授玉峰龙山加工厂诶红利李晶交易官余德乡林里川407号指示，朱丹秀。中华民国五王祭祀行善会志愿文来参加这些先生，啊，会当顺遂啊平安啊家庭圆满，南乐百福，禄乐千祥，大吉大大利，大富大贵，生意兴隆，同四海来虔诚再次一拜，再拜三拜。好，不行，啊，这个香，要个小准备了。现在都在干。有啥影响了呀？没有。Thank you.